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嚟试玩一隻嘅 Pokemon 嘅 MMO 游戏，咁佢係一个网页嘅游戏啦，就睇一睇佢係咩形式啦。咁、那个名呢我就会放喺下面简介同埋嗰个标题度会写嘅，係啦。咁依家呢佢入到嚟呢个网页呢，佢就有三个区域俾我揀啦，依家一嚟。你试下第三个啦，既然係咁。佢有啲问题唔俾我喺嗰个位降落。呢个系女角，我哋揀女角。未见玩啲 game 都系玩女角嘅。One Day Pokemon Trainers from 呢一个咩啊 ？Pokemon 嘅训练家喺呢个地方度、得到一封信、一个重要物品啦、呢一个信件，哇，好多英文 ，OK， 我哋唔特别睇啦，啲英文太多啦，唔系好想睇。哇！OK， 佢系有少少劇情啦，你见到江海鸦添，江海鸦揸住架车，江海鸦系第八世代嘅精灵嚟。哇，系，好似好有趣咁喎呢个 game， 暂时睇咯。虽然佢好多英文啦吓，但我唔知佢呢个 MMO 形式系点样 MMO 法。Okay. 有三个精灵球俾我啦，佢话。我、可以行噶而家，咁咧你见到咧只有可以十字键咁行啦，而且咧佢有得跑步嘅，揿住 X 掣咧佢就系跑步嗰个方式啦。好，有冇啲咩精灵？有个精灵球喺度，收咗个精灵球先。有个药水喺度，等等啦。好，呢度有个人，讲啲咩佢话？前面有一只小的精灵在那跑紧，佢话好呢只啊，呢只咩嚟？我都未见过呢只，睇嚟佢好过瘾啊！之后入咗精灵球度，加入咗我队伍。哇！呢只咩嚟噶？呢只我未见过呢只嘢。我呢个 game 系当改版咁玩，点解有啲咁嘅精灵啊？呢个加特攻减速度 ，OK。啊、我哋呢度有个人啦、啊，已经啊，有个人，哇，点解行得咁快佢？OK， 我哋成功捉咗第一只精灵啦，但系呢只精灵好似唔系一啲原始精灵，即系原生精灵嚟嘅，应该自己加落去嘛。撞怪，咁撞怪就冇呢一个嘅御敌音乐啦，系咪佢而家棘住咗？有啦，哇，咩嚟噶呢只？咩嚟噶呢只？点解有混乱嘅？嗱、有一啲嘅技能特效啦，你可以见到，但系就冇乜用。点解？因为佢哦系哦 ，OK。咁我哋用爪去望一望。佢个特效都叫有嘅，不过可能系一啲好简单嘅小特效啦。即系佢应该都仲可以分得出嗰招技能系乜嘢形式攻击啦。可能水枪啊，即系又会有啲水咁样弹出嚟咁样之类啦。我觉得。同埋我以为佢会系嗰啲，我以为佢会系嗰啲咩关东地区，点解突然之间嚟咗个鬼地方嘅？我连呢度系边度都未知喎，老实讲。哇！哇！洋葱怪，洋葱怪啊！同埋佢嗰个嘅招式表嗰度写埋弱属性定系冇弱属性喎。扎根嗱，好明显可以睇得出系扎根啦。咁个动画都话可以啦，你好明显睇得出佢系做紧啲咩嘅。不过可惜音乐方面就冇乜啦，但系唔想打错嘢，唔想打咗字添啊！左手边呢个咩噶？呢个对战嚟嘅，真系对战。佢有一啲嘅少少音效，但系冇一个预定音乐啦，冇一个嘅战斗音乐。见过啦呢只系咪 X 系咪剑盾噶呢只？我唔记得咗添。呢只系咪剑盾？嗰只虫啊，可能冇见啊，唔记得咗呢只。同埋佢呢个音效都偏向大声，冇得教音效呢一样嘢。定呢度有咧？佢几好喎，左身边呢有一睇道具喎，吓几特别喎呢个。又降咗个咩啊？降咗个特工，冇问题啊，因为我哋系物攻向精灵。系啦，你可以见到佢咧声咧都有音效嘅。狐狸啊，剑盾嘅精灵狐狸。
啊，系我用鬼系换宠换宠，系换技换技换技，呢招咩嚟噶？呢招系咪应该唔知降咩能力值啊？系咪有得 check 噶嗰招技？好似冇得 check 喎招技，冇得 check 系咩技？好，慢慢摸索一下先。战斗嗰个嘅节奏都算快啦，唔会话好慢啦 ，OK 啦。而家我嚟到呢个鬼地方，呢个咩嚟嘅？只系 free me 解放我，系啊，释放自由之类嘅东西。又有呢只猫，点解每次都混乱咗？佢用嗰啲技能整到我混乱啊！圆筒啊，呢招系。哇！呢个圆筒真系圆筒啊，系啦，我认得个特效。喂，系咁打自己喎。OK OK。咁同埋咧，我呢个精灵咧系鬼系啦，所以其实佢嗰啲技能咧对我都唔太大影响。但系呢招咧就中啦，因为呢招鬼技能嚟嘅，麻痹。OK。又系圆筒，可能要输添啊！呢度觉得要输喎，唉，输咗啦。咁我头先就按咗 reset， 哦，啊，系啊，佢可以去其他地方啊，即系佢除咗嗰三个之外，仲有其他地方可以玩嘅喎，哇！但系呢个关东，呢个神澳，呢个系边度啊 ？RICA 系边度嚟噶？有啲咁嘅地方嘅咩？好似冇喎，但我哋可以去关东望一望啦吓。关东作为呢一个最初嘅地方，我哋当然要去睇一睇，究竟呢个关东系点样咧？我都冇望到，原来佢仲有其他区域可以拣，因为我本身以为佢得三个嗱出嚟啦。啊，咁呢一度就系大家熟悉见到嘅初代会见到嘅颜色啦。咁佢其实都几特别，因为佢除咗即系除咗关东之外，仲有好多一啲其他区域啦，亦都有啲新嘅区域。我比较在意嘅系呢只 game 有冇得交易啊，有冇得对战之类啊，咁样嘅话会更加有趣咯。OK， 咦？呢个系咩啊？呢个系拣劲敌个名系嘛？系嘛？啊，劲敌个名 MK 新咧。OK， 我得啦。诶，点解左手面有条路可以过去嘅？去边啊？順巴咩地方啊？呢度農場啊，順巴農場，哇！點解會有啲咁嘅嘢噶 ？OK， 我哋望一望先。嗱，我哋照正常嗰個劇情出去揾大波士嚟先。啊 ，OK， 車釐龜啦，同埋奇異種都要揀奇異種子啊，當然係。一定係奇異種子啊！唔好意思，嚟，我哋要同 MK 新打。哇，真的很复古啊！呢、這个颜色，但系入面系变翻做有颜色咯，几个反差几大，而且我系女仔嘅奇异种子，唔知有冇得嗰啲咩进化唔系进化，生蛋嗰啲咧？对面降攻击啊，叫声，哇，好危险啊！其实我会唔会死呢？我都降一降对面攻击先，跟住再撞佢。初次嘅对战就系疯狂碰撞啊，疯狂找啦，同埋疯狂撞击，冇其他选择。咁啊，升呢啦，可以200蚊，唔太少啊，大佬。好，咁依家我哋解决咗呢一个嘅劲敌剧情之后咧，我哋望一望呢个农场先，呢个纯霸农场，望一望有啲咩特别。我都未见过有啲咁嘅嘢喎，呢个有咩用噶？有咩可以帮到你买嘢喎？呢度，喂。哦，买嘢可以有图片支援，几好啊！這個、呢个咧可以帮手回血啦，冇咩特别。呢、這个就系嗰个中心系嘛？个中心系咩样啊？哇，呢、這个中心个样都 OK 喎，啊！暂时睇落冇咩话唔得嘅地方啦，睇落有几多个箱总共？30个箱，咁30个箱其实系差唔多接近爆噶啦，系啦，30个箱系差唔多极限，我记得。呢度有啲咩精灵啊？有精灵喎呢度，
系咪都系波波同埋老鼠？诶、欸，有马里路喎、啊。但系六咧，我冇草技嘅咩？我记得我六咧已经有噶，唔知道啊。哇，打得好慢喎、啊，佢好高咧、啊，唔好同佢打先。佢撞击撞死我都似啊，真系。条尾巴，唔俾我走咩？定我揿错咗啊？走啦！呢度去边嘅咧？究竟？喂，我精灵球，收执先咩嚟噶？个 ，What is this？ 呢个系药水，好似系嘛？金珠喎、啊，呢、這个我冇记错，呢、這个好似系金珠，望一望先啦。啊，诶唔系喎，珍珠嚟、啊，珍珠同埋金珠、啊，呢、這个系咩地方啊？呢、這个系纯白洞穴、啊，系嘛？系咯，哇，好似好劲咁佢哋。我嚟睇睇啦，咦，唔使打，喂，佢冇，唔系我同佢讲嘢先同我打嘅，哇，绿地精灵，死咯，边度够打，边度够打，一嚟叫声，我冇得打咯，哇，呢招呢招咪妖精奇噶呢招，呢招好似系个招咩星啊个招。即系妖精技嗰招声音技能啦、啊，嗱、啊、呢、這个回血都系冇声啦，但系冇乜所谓嘅呢啲，小问题。哦，点解个问号咗？都揸住个问号喺个头度嘅我，唔知道发生咩事啊！啊我哋撞一撞呢度睇下咩怪先。嗯，有啦，撞怪啦，应该系波波同埋老鼠，系啦，老鼠啦、啊，三呢嘅老鼠。差唔多呢、這个伤害，证明佢冇乜话特登改过一啲数值啦，话可以啊。对面两次摇尾巴，咁好多时呢只老鼠都系会放摇尾巴啲技能啦。OK， 咁暂时今次呢条影片就试住咁多先啦。吓、啊，呢一只 game 其实都，我觉得可玩性都几好嘅，啊，可玩性都 OK。头先系咪有个地图？点解唔见咗个地图？同埋佢好似冇得去其他地方。如果你入到呢一个嘅关东之后咧，佢好似冇得俾你再转地方。如果要转，我谂可能要去到某一啲剧情先得啦。咁呢一个要有待去到探索啦。我哋临尾再望一望佢嗰个主页有啲咩睇。嗱、啊，呢、這个 MMO 就入去啦，玩噶啦。哎，唔系，我呢度又咪有嘢睇呢度。Event 佢由2017年开始有。跟住 Hello 边由2020同埋2021年，哇，其实都冇乜活动我、啊、都 achieve 一啲嘅成就啦。這個、呢个咧，呢个系一啲呢个系咩？哦，呢个系殿堂系嘛？呢、這个系，哇，呢咩嚟噶？可以睇人哋啲数值喎、啊，哇，色鬼喎、啊、呢只仲要系几得意啊！捉到14隻色鬼呢啲，哇！捉光靈係啊，暫時未知道呢一個 game 嘅色鬼係點嘅樣啦，但係都幾得意，我覺得。嗱呢度有人啦，嗱關東地區通關，雷鳥火鳥尼多王係啦，水衣貝啊，好多人話咧尼多王咧個個都捉嘅啊，今次如果我真係玩，我就捉尼多王嚟過呢個火紅啊，奇異花啦，跟住其他嗰啲嗱呢啲都係未見過嘅，係嘛嚇呢啲未見過嘅。呢、这、一个就系佢一啲自己整嘅一啲区域啦，咁都几特别嘅，我觉得。啊，呢一集全部都系未见过嘅精灵。OK， 咁啊，暂时呢一只 game 就同大家试玩住呢度先。咁下次睇下会唔会再开呢一个关东去玩呢一个游戏，再睇下佢有冇得去其他地区。好，各位，拜拜。